是会非常的想念塔利斯卡啊，高点抢不到。包括保利尼奥其实投球能力也很强，嗯，还有外围的一锤定音的能力。对，球给他投球，投进了2-2。吴少聪啊，中后卫上来用投球帮助广州队是扳平了比分啊，真是一场精彩的广州德比，双方战成了2-2。没错，坚持不懈的努力啊，最后还是取得了回报。这个球的话，我觉得从战术来讲确实发得很成功，而且堆积足够的人数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利用好这个高度也很重要。吴少聪1.92米的身高，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去利用的。其实派达上来一方面确实肯定是要从防守端去加强，更重要的就是在于定位球的时候，对吧，包括这种定位球二次进攻或者战术定位球，它的高度能够给球队提供很大的这种便利。身上有身高的优势，同时刚才起跳也要比黄正宇呢更快的完成，所以黄正宇已经只能是